西貢有人墮海，救起送院，最終證實死亡。個男人由水警救起，送到將軍澳醫院嘅時候，要用儀器進行心外壓急救。警方朝早七點幾接獲船家報案，話有人喺西貢公眾碼頭墮海。救援人員接報到場，將事主救起，昏迷送院搶救，最終證實不治。